那点我们挖蛇跟安逸得很，我们大蛇回来了，拉我们大蛇去挖。就那点鱼来的嘛。鲈鱼是好挖，走嘛，走走走走。哦，没看见，是空中上来的嘛。嗯，没有好挖。 那个跟你今天尝一下，那个顺便拿的蛇根，你今天尝过没嘛？我那天去敲，哎，敲了几根儿。几根呐？嗯。你回来嘛是？我这些天你走，我有晚我就回家敲噻，给它敲了。你看。 一把好哦，都是可以煎的到一份了。这一种刚刚露出来的那种最好，你看嘛，这一种啊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你看，好巴适，肥得很。你看大姐。哎，哎，大得很。 那个芋头，看到是蛇根硬是受不了了，跟山羊一样硬是。看到蛇根长得肥漉漉的，就是要给挖，就熬得很硬是。这根都把你吸引进去了，硬是。哇，大姐，这一根好多，多得很呐。啊。 你上弄点回去晒啊！看到那边些摘下，把这个摘得好得很。不，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好点，不采。弄。都不要自己上山，赶紧移过去。死都死不赢啊，这个啊，你还晒何必哦？不要弄了，我得上山了。够了，不挖了。这个你看到这个龙安逸的，你停在啥了呀？ 你留着嘛，下次又来玩嘛。哎呀，走嘛走嘛。我这要到外婆。走了。哎呀，哦，是，打到这头啊。你看我的手。哎呦，哦。 别喊，好烫啊！这水，烫得很，烫得很。哇，烫得很！哈哈哈哈哈！媳妇儿，哇，当时烫哦，咋弄烫啊？当时啊，哎呦！我们这两天这边降温了，15度，当时冷得很，手都红了。你看我，哇！去干洗，啥意思？又拿来挖。 我谁喜欢挖这些东西？挖东西，挖这些，是你的垃圾。哇！哎呀！我看你的背上哦，大姐。好冷啊！你等会儿你大个来给我吃哈。 要的啊，我让你一回嘛，你吃小龟儿哈。那个小时候你没有，你不晓得啊，三个娃儿就那个快就那个死的，你以前的都让到忘了是说。嗯，以前我都让到他吃，因为他晓得了嘛。 大爸爸有背啊，安逸，大爸爸多回来，我就轻松了。你上哈，给你吃一块大的嘛，我吃一个小的。嗯，刚刚好吃。是不是？嗯，可以。明天我又去挑。好的。